我叫许一些，今年68岁，住德沙维拉老龙堆。我觉得他很能干，他也很会做事情。他在我们来到我们这边，我要求他做这个桥，他6个月里面就帮我们完成，所以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。我希望大家再支持他一届，来看看他的成绩。我们再支持沈桂贤做一届，来看他的表现，把视角做得更宽容。